介绍一下，这是你的嫂子，叫我陈希薇。这吴建也本是护身符，有朝一日我与你嫂嫂生个大胖小子出来，便将她作为妹妹送她的礼物。我就先去小舅说去。哎呀！因为我还没说话，你突然冲上来了，就好像我真的心里面有鬼。就你不舒服是吗？我的行动路线是，他都说了，他说是一对儿，我看我李玉湖又不是个傻白甜，你们俩在一对凭什么？你就落落大方的介绍我不就行了吗？你就是心里有鬼。没有啊，那时候我的少都先被你同意，重来。少了一个反应，调整一下。来，准备。他慌了，导演。喂，刚坐下了，来，就坐下聊吧。烧了他。二三七，开。嗨。是这样下来是吧？对的。去弄。要跟到啊。来，试一个，来，预备，一二三七。这个下次跟到了吗？来啊！没事吧？这是一下就不能。把合同拿给他，并且赔偿条款给他。几天内装的你是吧？是。除了他还有谁？好，看一下。哦，反正没事吧？没事。别打的。没事。听我说，谢谢你。快点，我跟你说，就是我这次做的伤了。行。我就一二三，你一踢我就一咻。OK。对吧？二三一。好看。今天的轻功不错呀。看。那，好，看你过来，挺好的。